我小番茄也是要切丁。好，我们刚才这些切完丁的，全部把它给黑胡椒，加点盐，加点糖，好，它只是调味而已哦。好，柠檬汁，特级橄榄油，那稍微的等一下，胡椒。稍微的让它抓一下。我今天我做的芒果鸡胸会有两种版本啊，你们可以择一。盖着它会比较快一点。第一个锅子要够热，第二个油要少，那个痕迹才会明显。接下来我就要熟了，所以说啊，另外那一面就不用去担心，就去也不用掰面了。然后啊，大概盖一下，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不打算切了。没有，因为这个痕迹有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切了它其实反而就不好看。好，我搞定了。哎，我还有一样，得意忘形。哦 ，nice， 看一下哈，还有肉丝。这边要调味，对，啊，有时候我会用白胡椒，有时候用黑胡椒。用白胡椒跟黑胡椒啊，除了它的味道不一样之外，还有关系到你今天你的整个 presentation， 就是整个摆盘，然后拌起来它的效果。你们会不会打美乃滋啊？会，真的，真的吗？不会。啊？教我。你们刚刚是说会还是不会？不会，不会啊，真的不会啊，真的不会。哎，一定要会打美乃滋哎，美乃滋这个东西啊，现在其实不能自己打。自从禽流感好开始有的时候啊，自己打的美乃滋是危险的。可是你们要会打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怎么样让蛋、醋、油让它乳化？那是西餐很重要的一个技能，很重要很重要的技能。你要有这个观念，你接下来你才能用这个方式做别的。那基本上像 lemon butter 也是一样。刚开始我在打美乃滋，我当学徒的时候啊，我怎么打我都打不起来。可是啊，等到你知道它的那个原理之后啊，就算打花了，我还是救了回来，了解吗？这个很重要的。不过现在不鼓励自己打美乃滋，我也不鼓励，因为蛋现在是会有问题的。所有的说法其实就是在减低风险，在减低风险这块的话，我们能做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多做一些，不后不败了。这个哈，明年夏天艾文出来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做，它这样子真的很好吃。OK， 好了，那待会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有这么感动？有这么感动吗？没有吧。下一位。
哪里那么简单？要把空气打进去，不是搅拌而已，要把空气打进去。你这个动作其实没有把空气打进去，没力了吗？加油！你的芒果为什么那么烂？因为我不会削。我削芒果的方式也是我们做西餐一个基本要学的。姐姐，你切错边了。你刚才应该就要这样子。切这边。对，应该从这边。都下刀了。哦，你放着放着，对。那一样，你切。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切。不是搅拌，打不是搅拌，是把空气打进去。空气打进去，用力一点，一定会喷。用力一点，这样也不对。你的，你的打蛋器比我好啊？为什么刚说？哎、欸，这个打蛋器是最好的、啊。来，那个不是这样子。你这个要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先买先吃，好 ，OK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待会再下进那个好热水里面的时候，也是要这样子，它才会有没有？好，要有泡泡。你这个完全没有空气啊。需要加热打吗？不不不不，你要先把空气打进去的时候再下去打，那成功率会比较高。OK， 最难的挑战，最难的就是这个啊。基本上这种东西没有人第一次就可以打起来的。哇，它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。那我打起来了有奖励吗？啊？如果我打起来有奖励？结束，他打到很好吗？你要赶快打啦，你不能停啦，不能停。打到好为止，不能停啦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只要下去打之后就没有，就不能停了。酸。对啊，本来就是，我打也酸啊。好酸啊！我来一发。所以说他要一气呵成，他其实你这个要给我。他其实不用打这么，对，他其实不用打那么久。你的虾子看起来比较好看呢。加油，加油！不过你的看起来真的不错、啊。哎，漂亮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那你看小火盖着就不用理他了。对，那你开始做别的。可以弄吗？这样就好了。这个沙包的那个只要一个。你的肌肉看起来好。气泡，气泡，把那个对。啊，把那个空气打进去，对。刚才没有加吗？啊？刚才没有加吗？还没。我说那个芒果。还没。其实要一起加了。没有，还是要练习的。完蛋！对，现在左手会烫，右手会酸，哦，很痛苦。有，放下面了。你要，基本上你这过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整旁边整个都是，嗯，你尽量要集中在这里。好，好，你这样子的话，好，你打这边没有打到，他就一直手一直。哦，他其实你要尽量让他集中在同一个地方。然后其他人先暂停一下。可以啊。哦，可以啊。好啊。哎，自由挤过去。谢谢。妈的，没水发屁啊！他在倒水。过来，过来，那边的同学。何同学对不对？何马先生，还有那边的谢同学。现在太认真了，过来放下你手边的东西，我们看一下同学的成品。
下一定不会讲到。对，你要酒抓？对，我们酒抓。保证杯，下来一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听师傅讲评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赶快抽啊！来，加油！好了，好，那今天的菜其实非常的简单，没有什么太大的。可是啊，沙巴用的技巧啊，要大家再多练习。然后啊，有几点哈，我们在煎牛排、鱼排、鸡排的时候，一定是这个面先下去。第一个面一定是这个面先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油温是最热的，它上色是最好的。然后我要摆给客人看的话，就是那一面。今天有好几个同学，他是用下面那个下去煎。这个观念很重要，要开始有一些正确的观念。好，另外一个，所有的芽类啊，像今天这个紫高丽菜苗，它的颜色很好，它是紫色的，它其实不好驾驭，因为它是苗，就会毛毛的。我在用的时候，要不然就是把它像这样子把它铺到底，好，让它露出一点点；要么就像我这样摆，把它给拉高来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像这种芽类都是干净的，不要碰水。你一碰水的时候，它一吸到水，它整个就会塌下去。然后我们要是从水里面这样拉起来的时候啊，会滴盘子啊就会碰到水。好像刚才那个盘子上面有水，没有擦就端出来。好，这个是大忌。其实客人看的会俩头的，观念就要开始要有了。出来的东西盘子一定要把它擦干净，要检查过之后。就字面上来说，我们今天的第二道菜芒果鸡胸，我可以让它是冷菜，我可以让它是热菜。像这个我做了一个热菜，做了一个冷菜。鸡肉摆盘的部分，像我只有摆三块在上面，除非我们这样一整块 OK， 好，它是一个 steak， 可以的话我们尽量不要把它全上，头尾比较差的我们切掉，取中间最好的。我现在讲的就是一些摆盘的presentation， 摆盘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，不是说把它全部都上了，全部都上了，其实你反而会让你的质感没有这么好。好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老师，我们给个加分的鼓励，看哪一些是不是还不错？这个看起来蛮清爽的 ，OK， 这个看起来也很清爽。好，第五组、第六组。其实啊，好，以配色来讲的话，看起来不错，可是啊，你这个东西放太多了。就感觉起来价值就变低了。好了，大概就是这两组就是这样子。好哦，还有我们在画这个寿司的时候，一定是用煎的盘那个汤匙画。好，你不要汤匙随便抓了，两匙，哎，就拿出来用。好，所以要自己带一只汤匙来。你现在养成一个习惯，身上要有一个汤匙，一只夹子。如果说我们要干嘛的时候，好，可以随时的可以修改。那夹子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尽量不要用手。好，用夹子去做的时候，东西我们才可以做的比较细。当然啦，卫生是有关系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老师。那老师拍两张照以后，就可以拿回去了啊。那谢谢啊，大家赶快收啊。